来，我们看几个 fast hole。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他第一个人说，他的父母啊，现在在一个 care home 据点。Parents are now in a care home， 什么意思？我们先把它读完好了。Brother and I are packing up their house. Wish mom and dad had cleaned out their stash of sex toys and outfits. Strong indications are that they were swingers too.好，结束，我觉得讲了一个蛮简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他说爸妈现在在 care home，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home 这个字，但我们理解 home 是家，但nursing home， 我们有时候就把它翻译成养老院这样子。OK， nursing home。还有一个词叫 hospice， 那我记得它是安宁病房，就是已经快要走的那一种，这样，所以 nursing home 还是养老的，还不见得走很快的。好 ，anyway， 来说、so、parents are now in a care home， cool， 已经被送去养老了，这样子 ，OK。那 home 这个字我再多讲一下好了，像我们都讲说 home， 家。那 home 这个字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实体的存在 ，home 这个字是一个，它是一个 idea。OK， 什么 idea？ Well， yeah， 你可以说什么东西都是 idea。不，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讲 house 这个字 ，apartment， mansion， 豪宅，好、哦，公寓之类的 condominium 啊、那这些字都是实体存在的。好、哦，你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就想象它长什么样子。OK，apartment，、okay? 闭上眼睛想得出来。我们台湾的五楼公寓没电梯，你大概脑袋就有画面了，对不对？Mansion 豪宅，眼睛闭起来可能就哦，国外的那种大洋房之类的，对吧？那甚至啊 ，beach house 啊、海边的那种，你可能想说哦，有垫高，下面水浪可以冲过去之类的，所以这些都可以实体的存在。好、哦，那 home 这个字呢？哦，那不一定。我如果今天是住在桥下，睡在纸箱里面，或者我在台北车站旁边周围那边就在那边过着 ，That's my home。所以 home 这个字 differs。From person to person， 每个人对 home 的 definition 不一样。你甚至可以说，现在是一个舒服的状态，你就会说 ，This feels like home. I am at home. 那你现在的状态可能是正在吃着冰淇淋。Oh, this feels like home. 没有人说不可以。So home is an idea. OK， 好，所以但这边很清楚的，这个 home 他讲的是这个 care home， 就是非常清楚，就是养老院，就是。好 ，Anyway， 下一句是说他跟他哥哥啦，还是弟弟啊 ，Brother and I are packing up their house。所以他们就去他家，把他家就要打包起来了，哦，那房子可能就卖掉或之类的，对不对？ So packing up their house。那他就希望啊，这个妈妈跟爸爸他们在搬去那个 nursing home 之前呢，有把他们的这个后面这个受词的部分呢清一下下，但是就没有。所以就因为没有，所以他这里用的其实是假设语气，所以他用了 wish。那 wish 你知道这个字的用法就是跟现实是相反的。OK， so， 所以我就觉得常常觉得这很好笑，就是这 birthday wish， 那表示是跟事实相反，不会成真咯。所以我们就祝你圣诞快乐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啊，表示你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就还没发生的，我们有时候用 wish 啊，简单来说，或者真正没发生的也可以用 wish。所以就希望我这个妈妈跟爸爸有清理一下他们后面这个东西，可是他们事实上是真的没有，所以后面才用了过去完成式。OK， 好 ，So wish mom and dad had cleaned out。所以这里的 had cleaned out 就是过去完成式，所以事实上是没有，所以表示他跟他 brother 找到了后面这个受词。所以 clean out what？ 到底清掉什么东西呢 ？Their stash of sex toys and outfits。所以这个 stash 这个字，我们就可以讲说是就一堆什么东西，一盒一箱什么之类的什么东西，所以收藏物。叫做 stash， 所以我哎、欸，我这边有一堆 I don't know 这个民国或者讲1990年代很多台湾的一些杂志，那些杂志全部一叠一叠的，你可能用 pile 这个字，可是你绝对也可以用 stash 这个字 ，OK？ 那 pile 的话就很明显的，像例如说纸张类的、书本类的，大概可以用 pile， 可是他后面讲的是 sex toys， 所以他爸跟他妈之间。拥有一些性方面的玩具，那这个就比较不会叫 pile， 用 stash 就很 OK。So wish mom and dad had cleaned out their stash of sex toys and outfits。所以不止玩具，还有一些装扮 outfits。Strong indications are
那最后就再补了一句，好，有一些很强烈的一些指示，所以他跟他哥哥或弟弟都很清楚的感觉到，接下来看的这一些东西会，他们会有一个爸妈是什么东西的结论，这样子。So strong indications are that 接下去 they were swingers too。所以 swinger 这个字，我在讲这个都不太震惊，不过无所谓，我的观众大概也没有很震惊啦。Swinger 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会去交换的啊，所以交换夫妻情侣的那一种哈。所以如果你看过汤姆克鲁斯跟妮可基曼，他是他前一任老婆，是不是啊？应该是吧。好，所以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做《大开眼界》（Eyes Wide Shut）， 我还记得那个片名。那里面就讲的是这个哈，有这些 swinger 的这些活动，所以 swinger 没问题啊。所以看一下 ，All right， 所以这第一个故事来。第二个故事 ，If one of the kids has been an arsehole or asshole during the day, I make their least favorite food for dinner. I tell them with a smile what they are having and enjoy the look on their face when they realize it's the one meal they hate the most, and they'll have to eat it all regardless. 句点，好，所以就这故事蛮可爱的，而且这写法就真的也非常的道地的英文，所以我们特别介绍它一下。So 他讲了一个 if 句，如果。那你知道 if 句来了就是另外一句，如果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所以如果呢他孩子中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很调皮的话， so if one of the kids， 所以 one of the kids 就知道他有好几个孩子，那其中一个 if one of the kids has been an asshole during the day， 所以白天的时候啊，好不乖，所以 during the day 就是白天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白天不叫做白天，还是什么字可以说 morning 呢，是早上，那可是下午也是白天啊，所以所谓的 during the day， 简单的说就是可能太阳下山前啊，这样子。OK， during the day。好，说 if one of the kids has been an arsehole during the day， 那他就会怎样呢？ I make their least favorite food for dinner。他就会呢做他们最不喜欢的食物。那你那个最不喜欢，你可能可以说 the food they hate the most。那当然也可以 ，I make the food that they hate the most。For dinner， 可是你看这样就变很长了。I make the food that they hate the most， 太长了，所以他就可以用 favorite 这个字来说。可是你知道 favorite 这个字是最喜欢的，所以最喜欢的把它讲成最喜欢的最少的，我是什么中文啊？可是真的，你看这个英文就是这样子。I make their least favorite food。OK， 但或许你可能会说 least favorite。跟 hate 还是有差别的，我不反对这个说法，可是至少我们很肯定这绝对不是他们 favorite food， right？ 所以可能有 favorite， 可是 favorite 又是最喜欢，那你如果有五个 favorite food， 那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啦。 You should really have only one favorite。 可是英文已经进展到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人家整理一些清单， Oh your top 5 favorite vacation spot， top 5 favorite， again， 那应该只有第一个是 favorite， 剩下四个都不是才对啊。什么叫 top 5 favorite？ 所以这个大概就我们不纠结了。我只是觉得有时候这个语言是它的逻辑还是蛮有趣的，就是。所以总之它就有 make their least favorite food for dinner， 所以他们最不喜欢的食物。我们这样解释大概就可以了。所以只要小朋友好这个 misbehave 不乖，他就会做他们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当晚餐。而且呢，这个。他还会跟他们讲，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的时候呢，是微笑着说。那个微笑就用 with 来带过去 ，so you do something with a smile 啊，就带着微笑做。So I tell them with a smile， tell them what， 告诉他们什么呢？所以后面的受词就是 what 的子句。I tell them what they are having， 这样听懂哈 ？With a smile， OK， so I tell them with a smile what they are having。你可能会说，老师啊，介系词不是应该放最后面吗？所以为什么不是 I tell them what they're having with a smile？ 不一样，因为你放最后面，可能这个 with a smile 就可能会被误以为是 they are having with a smile， 那变成是小朋友用微笑吃着东西，不是吗？所以是他要接在告诉他们的后面才可以。I tell them with a smile。所以这个 with a smile 是个介系词片语，在这里修饰的是 tell 这个动词，所以它是一个副词片语。但可是也有可能它是，所以这个介系词片语其实也有可能是形容词片语。OK， 这个反正是讲到这个文法的这个 technicality 我们稍微多说一下下好了。
所以 with 加名词这个结构，它当然是介系词片语，对不对？但这个介系词片语在一个句子里，它所扮演的功能角色却有可能不一样。所以 I tell them with a smile， 这里很肯定是 tell 这个动词，用一个微笑告知他们晚餐吃什么。所以因为修饰的是 tell 这个动词，所以它是副词。 OK， 所以这是个副词片语。那我们讲这个介系词片语其实不一定是 with， 也可以是 in 啊 by 啦，或什么任何其他的介系词都是有可能的。 OK， 好，所以我们这里不要纠结的认为只有可能是 with 而已，这样，因为我下一个要举的例子就不是了。有人想要从图书馆把书买走，他说：“哎，小姐啊，这本书我在这个书架上看到，我好喜欢，我可以买吗？”然后这个柜台小姐就说：“对不起，图书馆的书是非卖品，不能买。图书馆的书可以借，不能买 ，right？”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 ：“The books are not for sale。”这样是不是很好 ？Right？The books are not for sale。什么 books？ 图书馆的书。那是不是就是 in the library？ 那以前老师教你的这个 in the library 是听起来是地方的资讯，所以你就放最后面。So the books are not for sale in the library， 不对，这样就错了，因为这样会被理解为，你看我就把它写进去好了 ，in the library， 你自己读读看好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在说什么？这样会变成听起来很像是图书馆的书在图书馆里不能卖，你拿到外面去就可以卖，你把它搬出门口就马上可以卖，放个桌子卖，不是吗 ？Right？ 所以 the books are not for sale in the library， 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如果把它改成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这样是不是才可以完整表达出图书馆里的书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are not for sale， 是不能卖的。所以动词是接在这个介系词片语的后面。所以这个 in the library 修饰什么？很明显，它修饰的是 the books。所以这个介系词片语在这里的功能是形容词。OK， 它是跟在 books 后面的形容词。所以介系词片语再强调一次，在一个句子里，它的功能不见得一定是副词，也有可能是形容词。OK， 好，所以再回来这里 ，So I tell them with a smile what they're having。And enjoy the look on their face. 所以不只跟他们、哦、笑着说哈，等一下晚餐吃什么，而且他还享受着他们脸上的表情。Enjoy the look on their face. 当他们知道是他们最讨厌的一餐的时候 ，when they realize it's the one meal that they hate the most. Okay, and they will have to eat it all regardless. 而他们无论如何就是得乖乖吃完，因为他这个原po应该是爸爸或妈妈煮饭的人最大，对，家里面。说要不要把饭吃完，一定是家长在逼的嘛 ，right？ 好 ，so it's the one meal they hate the most， and they will have to eat it all regardless。所以这里这个，我希望同学不会把它看成什么 all regardless， 不是，这不是这个片语。They will have to eat it all， 他们必须得全部吃完。OK， 这个 all 是 eat it all 的这个一整个这样子结构。那这个 regardless 就是不管怎样，所以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吃完，所以这个 regardless 可以被理解为无论如何。你可能想说无论如何不是 anyway 吗？无所谓，这里你会换成 anyway 也说得过去。 So 也读可以把它替换进去读一下给你听。 Enjoy the look on their face when they realize it's the one meal they hate the most and they will have to eat it all anyway。 那大概说得通，所以这个 regardless 也是可以的。 OK，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两个故事，那我觉得还不错，各个都讲了一点长度。好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